保禄中途至加拉凡人说：弟兄姊妹们，时期一满，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，生于女人，生于法律之下，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救赎出来，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，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。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里，喊说：阿爸，父啊！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隶，而是儿子了。如果是儿子，赖天主的恩宠也成了承继人。上主的话。